日前，赵薇现身长沙参加某发布会活动期间，一位网友发布一张偷拍店长赵薇的照片，未经 PS 的完美侧颜立刻引发网友们的热议。照片中，赵薇微抬着头，认真地看着前方，高挺的鼻梁使得侧脸线条十分立体，而纤长的睫毛与标志性的大眼睛也依旧惹眼，加上一身简单的装扮与清新的发型，让不少网友直呼完美侧颜啊，薇姐满满的少女感，较量依旧不减当年。其实赵薇一直因立体饱满的五官被封为面霸，她的这些侧颜照你都见过吗？